前方探子留下的，这地方安全。 老人家，今早雾好大。林子里就这样，等太阳出来了就好了。客官，想吃点啥？干粮，我们带了。那我给你们烧点开水。水，我们也有。 吃我都不喝我的，把我这儿当成了黑店了。老人家，银子我们照付，借您的风水宝地，歇一会儿。 这是我自家酿的酒，你们出门在外小心点也好，省得把你们毒死。喝不喝？ 这里的雾好大，就快散了。所有人的死法都一样，脖子左侧，一刀毙命。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。这个人是右边。他叫唐玉。
这是苍州军营的第一高手，用的是一把灵蛇剑，武功与我相当，应该是这一把。 他叫许安，是沧州的知府，为官清正，性情耿直，在沧州得罪了不少的人。许安和唐玉来京城干什么？唐玉应该是为了保护许安，才私自出军营的。两人为什么假扮成商人才敢上？ 沧州发生了什么事？得去趟沧州。我要先见一个人。谁？鬼幽。你说的是天下第一铸剑师鬼幽？我想问问他。 这水里不知道有多少冤魂，鬼幽偏爱这鬼地方。死人多的地方，比活人多的地方更清静。日后定让师傅来为他们超度。 鬼鬼祟祟，躲躲藏藏的，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？啊！晚辈李少白，受家师慧卿之托，来探望鬼前辈。胡说！我怎么不知道慧卿收过徒弟啊？鬼前辈，小心！ 前辈，你进来吧。像，真像。 前辈，您说我像？我说的是像木头。
你真的是慧清的徒弟？是。慧清这个老东西还没死。师傅的身体一直很硬朗，还托我给您带好。你又在说谎。慧清知道我喜欢酒，如果真是他让你来，一定会让你给我带酒。 好酒，你还算是实话。这酒，叫醉玲珑，天底下只有一个地方能酿出来，就是皇帝老子，他也喝不到。醉玲珑，说吧，带了一个捕快来找我。什么事儿？沧州军营。 唐玉死了，是死于一把奇怪的武器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您是天下第一的铸剑师，一定认得这把断剑。不认识。 什么兵器能削断这把剑？您一定知道。不知道，不认识，听都没听过。前辈是不想帮我。你可以走了。 前辈，前辈，那个船漏水，少来这套假好戏，淹不死的。 你还别说，我这把刀杀过贪官、污吏、强盗、贼寇，就是没有杀过铸剑的。黎大人这把刀是用赤珠山铁打造的，起码有30斤吧？不止，48斤，6两7千。这么重？ 又这么锋利，瞬间刺入人的身体，
应该感觉不到疼痛。那是必然。先给我解开，那可不行。给你解开了，你肯定要跑。先给我口救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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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口，给我口救好，给我口救好。再陪你喝一点。天下能削断灵蛇剑的兵器只有一件，那是在我隐退前用飞火陨石打造的。两仪剑。两仪剑。两仪剑。似剑非剑，似刀非刀。可分刀剑两用，可合而为一。他是耗尽了我毕生的精力，转为一个爱剑之人打造的。那剑的主人是谁？我不会告诉你他是谁。你打不过他，也斗不过他。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，每年七月初七，总要派人给我送几坛好酒。每年的七月初七，也就是今天。前辈，小心！这里有毒。如果不给鬼前辈喝酒，他也许就不会死。鬼幽的死跟你没有关系。一个嗜酒如命的人，就算摆在他面前是毒酒，他也会喝进去的。如果能找到给鬼幽送酒的人，就能救出真正的凶手。酒我喝过，很特别，只有一个地方能酿出来。什么地方？天下第一酒庄玲珑山庄。这个地方我知道。玲珑山庄庄主十三夜，
博学天下武功。七岁开始练剑，十五岁就挑了五大门派的所有剑术高手，人送外号武痴。这玲珑山庄怎么敢用龙纹啊？太上皇曾在这里品酒歇脚，所以就起了这座玲珑亭，玲珑山庄也因此得名。有宫中的背景，怪不得敢让狄大人吃一碗闭门羹。我不是也分你一杯羹吗？玲珑山庄，玲珑亭，醉玲珑。大人，我家庄主有请。带路。二位来我玲珑山庄有何贵干呢？品酒。你一个开封的捕快，千里迢迢跑到沧州，只为讨碗酒喝。现在的差事是不是都很清闲呢？玲珑山庄号称天下第一大酒庄，燕庄主不会连一杯酒水都舍不得吧？酒我有的是，只怕你们喝不完。我玲珑山庄有美酒百种，不知二位要品尝哪种啊？醉玲珑。这种酒现在没有，即使有，二位也没资格喝。你根本就不是十三燕。十三燕除了有一个武痴的称号之外，还有一个称号，叫剑神。一个爱剑如命的人，身边怎么能没有剑呢？再说了，就凭你，好像和剑神二字毫无干系。我说过我是十三燕吗？你个蝼蚁捕快，就不要在此莺莺犬吠了。听好，玲珑山庄牵扯重大命案，你最好把十三燕给我叫出来。我夫君十三燕已经死了。这位是？我是这山庄的女主人，十三燕的妻子。这位是我丈夫的义弟屈芳，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还请两位官爷恕罪。这是我家公子的陵墓。十三燕是怎么死的？喝酒醉死的。醉死的？是。一派胡言。虽然我没见过十三燕，但是我知道，以他武功的内力和修为，是绝不会死在一滩酒上的。武功再高，他也是人呐。是人就难免伤神，饮酒过度。十三燕，身怀盖世武功，与倾国倾城的绝世女子成亲后，便退隐江湖。一个占尽天下所有名利幸福的人，还有什么想不开？都
我要开棺验尸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你敢拦我？谁拦我，就以杀人者同罪。开棺！你敢！庄主，谁敢挖我义兄的坟，我就割掉他的人头！ 李大人，你把玲珑山庄当成什么地方了？我知道你武功高强，可你再强，也抵不过你身后的这些沧州捕快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坟，开也得开，不开也得开。我们并不想。 对死者不敬，十三燕与玉庄命案有关，我们也是被迫出此下策。如果开棺后证明十三燕真的死了，我们一定向死者赔罪，也算洗清他的不白之冤。拿谁的人头赔罪？你的还是他的？用我的。 用我的命给他赔罪。人呢？人呢？ 韩武是什么时候来的沧州啊？我们在鬼谷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到了。可凭你的官职，怎么能跨区查案？沧州府又为何会听你调遣？大理寺少卿。 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身份。虽然我一直身在开封府，却直辖于大理寺，受皇上密令清查州府叛乱。州府叛乱？根据我们的线报，有人集结宫内势力，联络各地州府，密谋反叛。沧州的事儿。 只是冰山一角，许安和唐玉应该是接到了反书，要进京面圣，才遭到灭口的。所以他们假扮成商人，才敢上路。谁会有这么大的势力和胆子？应该屈指可数。大夜叉。 这些人在接到反书的同时，也都接到了夜叉令。如不顺从，就必遭灭门。现在已经有十几位官员无故惨死。他们追杀许安和唐玉，应该是想找……他们再找一份名单。这位就是。 沧州的总捕头唐林，唐玉就是他哥哥。我哥哥和许知府两个月前收到宫里的反书，却不知道背后的主谋是谁。为查清真相，他们一边假装顺从，一边秘密收集各知府已经变节的官员名单，准备上报朝廷。这本名册上。
记录了所有密谋反叛的官员名录，如果能找到他，就能把这些乱党一网打尽。可现在许渊和唐玉都死了，我们又该去哪儿找这份名册呢？如果能找到十三夜，就能找到名册。十三夜不是凶手，因为他不可能杀我哥哥。月儿，这么多年我的心思你是明白的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告诉我，十三爷去哪儿了？你怎么还来问我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不会伤害他的，他是我兄弟，官府通缉他，我自然要为我兄弟想一条万全之策。如果十三真的还活着，那你就去把他给我找回来。找回来？你知道今天带头挖坟的是谁吗？是沧州府的唐林。这把剑是假的。你怎么知道？鬼前辈说过，两翼剑，似刀非刀，似剑非剑，也可以刀剑并用。其实，就是两把兵器。可这把剑是冰铁打造的，只是虚有其表。真正的云铁会是这个声音。十三爷失踪了，两仪剑也是假的。十三燕拿着真的两仪剑杀人了。
底在哪儿？十三爷在哪儿？我正在找他。你可真是个蠢货，十三爷的死活都分不清，竟敢让人开棺验尸。我以为十三爷死了。少爷，少爷，你在哪儿啊？我给你送药来了。怎么还不睡？这琴坏了。明天我再给你买一把新的。这琴是十三送我的。你现在是我的人。我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这里，难道还比不上一把破琴吗？唐林刚才来过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他四处明察暗访，难道十三还在这玲珑山庄？所以他一定不知道，我们已经发现这把剑是假的了。要在我们发现之前，把剑盗走。这个人的武功很高，我在想，他会不会就是十三爷？你们弄丢我义兄的两仪剑。如今还敢找我要人？我玲珑山庄之所以有今天的局面，可
那绝对不是卖酒得来的。你一个小小的四品捕快，竟敢在这里撒野！我庄上的那座玲珑亭，可不是摆设。我虽然官职不高，但搜查还是有权利的。狄大人在滥用职权，这可是你出了主意。下策，我义兄没有杀人，单凭一把剑，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况且，那把剑也不在你们手上。皇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，更何况十三燕？十三燕谋杀朝廷命官，证据确凿。你敢窝藏罪犯，谁也跑不了。搜吧。第八方，我要用你项上人头，为我义兄赔罪。走。李公子，请。这就是十三燕的房间。是。这房间很干净。公子死后，老奴心里难受，就常来打扫。这画中的女子是谁？夫人的画像，是公子画的。两人感情如此的好。是，为什么不住在一起？公子的事儿，老奴不敢多问。你为什么要揪着玲珑山庄不放？自己做了亏心事，还怕见不得人吗？做什么与你无关，亏你还有脸拿这张古琴。你跟屈芳那点勾当，以为别人还不知道吗？现在十三燕没死，你心里一定很不安吧？唐林，我不欠你，不要欺人太甚。你是不欠我的，可你欠十三燕的太多了。婊子永远是婊子，别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。
今天见到十三爷了，堂堂的剑圣十三爷，已经是一个烂醉如泥的酒鬼。可惜，那个人到底是谁呀？要如此的坑害十三爷？少爷，你不能再喝了。哎，给我燕十三。你也知道，在这山庄品酒，我一生从来没有醉过。如今这醉玲珑，我喝给你看。酿的醉玲珑下了药，你不能再喝了。你别忘了，你和乔上周、乔蒙种的约定啊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夫人，您怎么来酒窖了？我来看看。夫人，庄主吩咐我，任何人不能进入酒窖。庄主，你说的是哪个庄主？曲芳，曲大侠。曲芳，又是曲芳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你们的庄主是十三夜。是我才是这里的女主人。谁？让开！哎，夫人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这样啊。你这一生从未喝醉过。里面是谁？没人。十三，是你吗？十三。原谅我，燕十三的燕十三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你看见他了？可能找不到他，即使找到他，你要怎么面对他？曲芳，当时我酒后昏迷，做出了对不起十三的事，而他也整日沉迷于醉玲珑。
无问生死。他把我给了你，把整个玲珑山庄都给了你，难道这还不够？你为什么还要加害于他？闭嘴！你不要搞错，我没有要的任何东西。你是自己送上门来的，这玲珑山庄是燕十三让给我的，醉玲珑是他自己酿的，酒也是他自己要喝的，我能做的就是给他收拾，为他收拾这堆烂摊子，做我这个义弟应该做的事情。那酒是你自己要喝的，你简直无知！还想打我？你以为你自己是谁？玲珑山庄的贵夫人，破烂儿，你就是一个破烂儿，烂的燕十三不愿意要你，而我呢，我是一个捡破烂的，只有我才心疼。大人，十三燕找到了，在哪儿？府衙大牢。他一个人在饭馆偷酒喝，被人抓住了。就送到衙门里来了。他也不再是天下第一剑神十三燕了，只是一个嗜酒如命的泼皮。剑神没有了剑，就不再是神了。自从他扔下两仪剑，从石棺里爬出来那一刻，就不再是从前的十三燕了。怎么样了，大人？此人心脉混乱，神志不清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是喝酒太多，嗜酒成性，应该是中了酒毒。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恕小人医术不精。大人，小人搞的。唐林知道吗？知道，但不想见他。唐林有很多事情都在瞒着我们。十三燕已经找到了，可是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嗜酒如命的废人，是不是凶手还不能妄下结论。偷剑的人到底是谁？他盗走两仪剑，是想帮十三燕，还是想嫁祸于他？贴出告示，杀害朝廷命官的十三燕，已经被我们缉拿归案。斩！庄主，进来吧。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
不是你该坐的位置。的确不是。不过许安已经死了，这个位置上总要有管事儿的人。你凭什么杀十三燕？十三燕谋杀朝廷命官，证据确凿，他不该杀吗？这个案件漏洞重重，十三燕不是真凶。是不是真凶，你说的可不算。沧州的衙门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大理寺少卿狄八方受皇上密令清查州府叛乱，各地官员见令如见皇上。跪！唐林，你想抗旨吗？十三燕的生死就在我一念之间，你要救她，就必须给我一个理由。行，行，行。十三爷不可能杀我哥哥，他说过，他会为我哥哥去死。行，行，行。有人来了。兄弟们辛苦了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借个光，说两句话。好，好，好。你们在拿十三燕做诱饵？不这样，他能露原形吗？十三燕，你就不要再装了。你我兄弟相交多年，以你的内力，这点酒毒早就逼出来了吧。酒，酒，酒，给我酒，给我酒，给我酒，哎呦，给我酒，给我酒。兄弟，姚月十分想念你，你真的疯了。十三燕啊，十三燕，没想到你英明一世，现在也不过如此。我一定会替你照顾好玲珑山庄和你的万贯家财的。对了，还有邀约。老农跟我说过，多年前屈芳和人比武受了重伤，十三燕救了他，收他为义弟，他是屈芳的儿人。为什么不抓屈芳？为什么要抓他？
你们不是在等着人自投罗网吗？屈芳不是来了吗？正因为他来了，所以才不抓他。屈芳的贪欲太深，你无法把控自己的心魔，必然成为别人的傀儡。放了他，是为了引出他背后的操局者。抓也是你，不抓也是你，这次由不得你。我知道了，他才是真正的凶手。谁？一个朋友，之前我以为他已经死了。为什么不杀了他？他是我兄弟，我下不了手。你是什么东西我还不知道，少在我面前装好人。我真的下不了手，就算再歹毒的人也有心软的时候。你总不能连一个废人也让我帮你杀吧？十三爷不死，梁一剑早晚要插到你的身上。还有那个邀月和老奴，留下来都是祸根。说他老婆跟人跑了，嫌他喝酒。我整天也喝酒，可是我身边的女人是越来越多啊。哎，狄大人可说了，他是剑神。哼，狄大人还说了，剑神离开了剑就不是神，光剩他剑了。剑，好剑。十三燕，今天你就别怪我们兄弟手狠了，有什么事儿跟屈大侠去吧。狄大人有令，十三燕杀害唐玉一案证据不足，当下释放。燕大侠，武林各大门派遵从前任盟主乔尚周遗愿，推举十三燕为新任武林盟主。武林所有门派听从号令。也想杀我吗？我舍不得。你舍不得？你人面兽心，勾结外贼，夺我家财，还有醉玲珑迷我心智，使我犯下不知之过。我从此再无眼见世。你如此易怒，还说什么舍不得？你闭嘴！难道我所夺一切就与你毫无干系？难道你没有爱过我？我们在一起就没快乐过？可惜，现在看到你，我就觉得恶心。你个摇摆不定的女人！我哪点比不了燕十三？你信不信？我今天就在
这儿杀了你！腰板不定，从没想到他会是这样的结果。芳草萋萋，柳依依，琴声切切，夜莺啼，十八男儿倚栏坐，只等佳人出月西。这是十三燕写给他的。那时他是月戏楼当红的歌妓，十三燕每日都去他那里听他弹琴。月戏楼，燕大侠，邀月死了，关我何事？邀月的死，屈方难逃罪责。狄大人要对玲珑山庄进行围捕，燕大侠愿与我们同行。我说过了，与我无关。十三燕，你不要太嚣张。你打伤了狱卒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你试试。十三燕，你瞒谁也瞒不过我。你在哪儿待不好，偏偏是这月西楼。难道不是想念邀月吗？出来吧。狄大人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奉旨查办许安唐玉命案，缉拿朝廷侵犯。狄兄，这大清早的你怎么说的都是酒话呀？是和酒有关系，这个
就是在你的酒窖找到的醉玲珑，罕见的好酒啊，可是经过你的手加工之后，喝上这么一点儿就会让人沉醉，如果喝多的话就会神志不清，脑如僵死，有生命之危，有的时候也有可能假死。开封城外的谋杀案和沧州军营里的官兵喝的都是这种酒，所以才惨遭不测。十三夜和鬼幽也是喝了这种酒，所以才有了起死回生的好戏，对吗？我不明白你说什么。即使这酒是我的，也有可能有人栽赃玲珑山庄，也有可能是有人特别爱喝这种酒。你知道这世上本来就有很多酒鬼。哦，要不你尝尝。这你怕了？曲芳，那我倒要问问你，你收买狱卒谋杀十三夜，这又怎么说啊？曲芳，我这都是为了你，带下去。再告诉你个坏消息，十三爷没死。曲芳，妖月的死也是你亲力亲为？不，他不是我杀的。谁杀的？他是自杀。用你的剑刺杀？对。那剑怎么还在你的手里？徐芳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够你死好几回的了。徐芳，十三爷找你寻仇来了。青鞭，救我！鬼妖，出来透透气吧，今天做回人。鬼前辈，那天我真的以为你死了，还为给你喝酒而自责。你不肯告诉我两仪剑的主人是谁，可把我们的视线引到了玲珑山庄，然后假死在我们面前。你认为十三爷已经死了，把杀人的罪名嫁祸给一个死人。和这个案子有重大关系的两个人都死了，这个案子还怎么查下去？有意思。接着说。我承认凭这些推测不足以说明你和唐玉的案子有关，真正泄露你身份的是十三宴棺材里的那把假剑。你为夺名册先杀唐玉，必要用两仪剑来克制灵蛇剑。你让屈芳帮你偷来剑，用假剑偷梁换柱，掩人耳目。我跟狄大人说那把剑是假的，你就扮成黑衣人来偷剑，就是怕我们推论出你跟案子有关系。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把剑是真是假，因为我根本听不出云铁和冰铁的声音有什么区别。孩子，说来说去，看来你今天既有人证又有物证，不如把屈芳带去定罪。好你个鬼幽啊，你竟敢过河拆桥。屈芳，你就是他打的一把刀，用完了就要扔。你抢占人妻，霸人家产，凭借夜叉门做后盾，用酒毒倒了十三宴，你偷你义兄的两仪剑送给鬼幽，还帮他杀了那么多人，你也算是十恶不赦了。是他，是他，都
是他指使的，人也是他杀的。我当然知道，凶手是两个人。被杀害的官兵的伤口是从左到右，许安和唐玉的伤口是从右到左，凶手是左手拿着两仪剑杀了他。前辈，你是左撇子。什么左手右手，不用手都可以杀人。前辈，我想问一个问题。说。你有那么多机会杀我，为什么早不动手？你毁了夜叉门，等于毁了你自己。还好许安和唐玉都死了。你们要找的名册永远都找不到了。我和夜叉门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多说无益，徐芳，我们各安天命吧。不，严前辈，现在还喝酒呢？吃水。水又如何？酒又如何？醒又如何？醉又如何？还没来得及恭喜严前辈荣登武林盟主之位。当今这武林已是浑浑噩噩，待我十三宴把它清理干净吧。十三宴一统武林，能看出他心里恨意未消，不知这对武林是福还是祸？不管如何，他都为我哥报仇了。
如果没有整个武林做后盾，就凭沧州府的捕快，十三燕也不敢和夜叉们作对。有件事我要告诉你：许知府没死，名册还在他手里。 那先已经住人了。小二，来壶热水。小二，再来点热水。小二，姑娘。